没声音啊，有了。我可以进去吗？可以。嗯，他衣服穿好的是吧？穿好的，鞋子穿好，没关系。不要拍脚。当然要拍脚了。他说他鞋太疼了。还没有拍脚。嗯，周周在拍照片。怎么开都开了已经。哎，有人没有穿鞋子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鞋子比你的皮鞋要好看。很有对，对，我已经在录了，你要不打个招呼？所以是偷袭，对，是偷袭。哎，可以，你可以帮一个忙吗，周周？那个，他们今天有一个那个 DIY 的这个小的收纳的包包。你作为代言人，你可以自己 DIY 一个吗？里面有。我以为让我顶在头上。